肺癌患者需要做哪些检查来确诊呢？我们肺癌患者如果怀疑肺癌，我们要进行确诊。通常我们从这个无创到有创这些原则，无创的检查就包括我们这个痰液，可以从我们吐了细胞我们这个可以做配胸片，可以照我们的胸部 CT，可以照我们的磁共振，甚至可以做我们的 PET 包括我们的淋巴部位环游转移的话，可以做彩超等等，这些影像学的检查，这些都是无创的，这些我们是优先选择的。那么这些无创的这些检查，只能从影像学判断，不能最后达到确诊的目的。确诊的话，就要进行我们的第二步，就是我们的有创的检查。我们的有创检查就包括最常见的我们的清脂腺活检，我们的经皮肺穿活检，我们的中隔腺活检、胸腔镜活检，如果说有合并有浅表淋巴结的转移的，可以进行浅表淋巴结这样的活检。这个肺癌的这些检查，都是利于我们整个确诊。但是肺癌的诊断的话，除了这个，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最比较新的一个分子诊断所以进行查血，可以从我们的一个肿瘤的标志物进行分子的，还可以进行分子的分型，指导我们的靶向治疗。